本期讲解一个2023年最强带货副业，快手 IP 切片带货，门槛低，零粉丝也能进行，随便剪点视频就能赚钱。啊，这是快手 IP 切片带货，现在也是不需要缴纳保证金，而且一个人可以实名两个快手号。快手切片刚刚出来，竞争相对较少，还有官方的流量扶持，起号出单是比较容易的。大家看看，不需要担心这个流量。这是下载之后整套教程，包括项目介绍，包括授权的获取授权，以及添加商品、挂车、如何剪辑，还有总结，都有详细的介绍。如果需要百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快手 IP 切片带货，就可以下载百套教程了。